你的心灵不属于你自己。 我想想，看我厉害！打到！吓死我了！你受困于自身的肉，你是恐惧的奴隶。 生命和希望值得我们守护。
我的手牌太多了。我想想，动作快点，我想想。我们的猎物是谁？这本你一定要读。大自然透过我们发芽。听好了，听好了。快去图书馆找书。什么看守者又逛海来？我是魔法的精华。书，你受困于自身的肉，你是恐惧的奴隶。图书馆找书。想死我了啦！
要操控生命，就得先掌握。太迟了，他要复活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的存在超越你的想象，向疯狂屈服吧。跟同学分享你的想法，马上动作。成绩变差了吗？谢谢你。you
没有牌了。多么美丽的植物啊！好好享受着宁静吧。